这八角顶大排灯故意来拢，都不是咧饮水啦吼。啊，因为迄有一个，就是有设一个水门的关系。啊，这个、水门啊，伫进前因为应该是伫两公前啦吼。伫紧急的时阵，咱有先要求啊，县政府啦，咱县长有落令啦吼，先甲伊拆除。啊，拆除了，当然即马啊，这段时间拢毋捌过饮水吼，包括啊，即站的雨遮尼大嘛，无过饮水啦吼。啊，但是因为后续还佫有真侪工课、真侪工程要做，啊，即咱有来向。啊，管政府啦吼，啊，甲咱这来，啊，佮咱主席啦吼，有来向这个农委会农田水利处来甲伊争取啊一笔经费吼，希望讲啊，这个水面虽然敲掉以后，啊嘛爱考量到下游用水的这个问题啦吼，啊，所以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工程，啊，即马啊，咱农田水利处有来承诺啦吼，就是赶紧要来啊，甲这个所在紧来甲做好安尼，啊，从总工程费偌济，这都爱副处长来讲较清楚。是，老委员非常关心这个工程，啊，阮当然阮也真关心地方，因为过去淹水的关系啊，所以地主足真久的时间拢捌淹水，啊，所以老委员有关协调，我嘛派人来，来了我看确实要做袂使，啊，所以即马这个水门卡起来了，而且袂淹水，不过伫下游遮的时阵水煞食袂着，所以阮到时阮有一个工程，阮来伫较低的所在，阮来甲接迄个管接过。接过伫咱下游的这边才分水食会着，了后即个规个甲即个工程做好，大概将近头五千万左右。所以老委员也关心，啊，咱地方也生活了会平安，啊，咱县遮的经济也是咱的所有地方的建设甲发展，拢会当顺利来推动。这是阮希望讲即个工程做了的效果。以上。互相握个手吧。嗨嗨嗨，谢谢谢谢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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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个排水，哦，啊，搁背就是散落去，灌溉沟啊，啊，灌溉沟啊嘛是像安尼，水无啊，伊嘛是怎流去，流去咱交成大排落来，所以我即马就讲建议，咱就注重水，哦，伊水啦，咱这边的水交成大排水，咱较低，家己注重落，